今天周末马拉松是实录，大塞车到底干嘛？今天就吃这家 Bubba Ride， 到里面去。在我对面是马来西亚餐，最高级的马来西亚餐。我上到上面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今天周末人特别多，这里基本上年轻人比较多，打卡点啊，看看有啥好吃马来西亚餐。这家吃过了，南翔小笼包，小笼包也就这样，没有什么出色。这里的环境真好啊，不是环境，视线真好。我都很久没上来了。这家是四季椰林，四季椰林的外面有两个不知道什么动物。今天这里太早了嘛，还没开，你们到那边看一下。又塞车，是这家。待会过来吃这里啊，看看楼下啊，大家有上来过吗？前面我就不去了，前面没啥看的。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哪个 menu？ Yes， 一个。一位。好。要喂。要喂啊。好。看看有啥好吃的。这都什么？这都是马来饭。这叫椰浆粉，还有呢，黄金配炸鸡腿三八虾，哇，看得好有食欲啊！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食，这一道，哇，加尼牛肉，还有呢。加里拉萨都是我喜欢吃的美食。还有啥？哎，没有了。还有就吃这个吧。有没有加里加里鸡啊？加里鸡也有啊。哪一个是加里鸡？加里鸡里
是要一个欧打的还是配饭的？配粉的。哦、这个家里鸡配椰浆饭，家里鸡配牛肉。那这个什么呢？刚才那个？刚才那个家里汤啊。哦，家里来的。家里汤面啊，海鲜汤面啊。那是哪一个？是 N1 这个。N 对对，海鲜的。N3 是海鲜 ，N1 是鸡丝。你要哪一种？要哪个？要第一个吧。第一个鸡丝的。有拉丝。要米粉还是黄面？要米粉。米粉的。谢谢。第一次过来这里，看看这里的味道怎么样。来得早啊，所以人不多。这家开了也有一点年份，没来过。第一次过来还是一个人，这是啥东西？隔壁吃的是海南鸡饭。13块钱，碗子挺大的，还有豆腐泡、鸡丝、鱼丸，这是什么？茄子。我叫的是米粉，有芽菜，看起来不错啊。还有叫什么呀？配家里的菜。尝试一下，味道还是挺正宗的，好吃。这种香草呢，见仁见智啊，喜欢的人很喜欢，不喜欢的觉得臭的。豆腐包两个，安静了，太早了。试一下那个米粉，本来吃面比较好，但是吃面长胖了。这里还有鱼饼的呢，鱼片。这鱼片好腥啊，不好吃。试一下它的家里汤，家里还是挺正宗。太大碗了，吃不完，我先慢慢吃啊。你看。一直吃的吃不完，要我太太来才行，两个人叫一份就好了。我们只是吃的很少的。我是来马来西亚人，我也觉得辣，这个汤我喝不下，太辣了，久没吃了，这个好辣。基本上味道还挺好的，就是有点辣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有两位顾客来了，总结偏辣，味道还是可以的，可以过关。那今天消费多少呢？12.9元，加完税14.05元。小费多少钱呢？到底费多少钱？看不懂，那就给3块钱吧。这，走了。
吃饱了走路。可能我一个人吃比较什么，叫了不够多款式，所以不觉得怎么样。小黑哥送外卖啊，你看跑得比谁都快。对面有一个姐姐在招客人，你看餐馆啊，到里面去喝茶，东一峰，呵呵，糟糕，派个小姐在外面招生意，那我下去趁那热闹啊。他们喜欢坐在这里。没操作，没开，你看，要走楼梯呀。在外面找生意。今天天气好热，大概有70度吧。周末人很多啊，在街上呢，一直往前走都有人。基本上39大到人不多了。上海小吃，喜来登酒店。人接口了。今天周末超市有啥特价？新龙新超市，你看里面有多少人？下午的法拉盛，哇、哦，你看，好多人啊！下午的法拉盛，警车也不少啊。哇，很多人等公交车。这么多警察干嘛？今天这里很重的大麻味道啊！缅街下午人非常多的，我很少下午在这里，现在回去了。哇，这个卖酸奶的也喊生意啊，也有生意啊。回到停车场，今天买一个新手机15，看拍摄好不好。我这个太抖了，买了1200块钱，包括税差不多1400了。